到底是男生聪明还是女生聪明？我们来测试一下，谁能在三秒内找到屏幕上的加号，然后点击消除它，我就把快手隐藏功能告诉你。点击左下角链接，三、二、一，进入快手神秘入口，里面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游戏，快来试试吧。